抱亲亲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和前女友看前公司找我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俩没啥关系。知道你到底是喜欢我还是喜欢他？送命，当然喜欢你呀、啊！你是我相亲对象，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意思就是他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。行，明天早上九点。咱俩民政局领证，太敷衍。民政局领证，喜提新郎。行。死心呗，别忘带户口本啊！你看着没，我结婚了，赶紧走吧。他咋突然安静了下来？婚礼就不邀请你了，赶紧走吧，慢走不送。哎，看着他的脸，心情有些复杂。哎呦，罪犯这样的，你能看啥？赶紧走吧。我是不是话说的太狠？终于弄完了，谁呀、啊？大晚上的。啊？他怎么来？咋的了？喝多了？我回来了。满身酒气的你。痒痒的小痒痒，抱抱亲亲。招架不住。哎，怎么了？我真是服了，这可咋办啊，佳莹？哎，